今日带大家来到盈汇 A 室这个两房一厅的单位，实用面积489尺，整体的设计风格偏向英伦工业风，型格得来也都够晒特别。由于厅的间隔比较长和窄，储物容量会小了和失去饭厅的位置，所以设计师做了一个 U 型的橱柜，除了增加储物空间之外，从新延开放式的厨房来做了一张吧台，那就做到饭厅的效果了。另外，设计师拆卸了客厅和书房之间的墙身，改建成为玻璃间隔。这个改动可以令到光源可以由两边伸延，提升采光度之余又可以增加空间感。而书房的另外一个卖点就是储物量了。单位楼底高，做了地台设计，加上这个到顶柜，就可以兼容储物房的功能了。来到主人房，设计就以温暖舒适为主。主人房有个深少少的暗位，比较难放家私。为了更加善用空间，设计师就做了一组曲尺到顶大衣柜，亦都做了地台和油压床。条状的木板设计延伸至到床头，增加了房间的统一性，加上灰色的水泥墙和床头灯的装饰，紧扣全屋英伦风的格调。